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请咱安静，准备心来敬拜上帝。看，兄弟姊妹，好好三脚站起，是何等的好，何等的安乐。是安站起的百姓啊，恁就出大欢喜的声，因为以色列的神的在恁中间最大。请咱做会吟诗来阿罗上帝，请咱起立来吟新圣诗519首，为这块土地，阮诚心祈祷。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请咱三甲同心来祈祷。上帝啊，你是拯救我的，我要倚靠你，全然无惊，因为上主你是我的快乐，是我的诗歌。我要对你救恩的水泉欢喜来唱水。感谢上主，你伫过去平淡的过程中，帮助引带我的恩恩，也予我有机会通将你的救恩包容伫大角落的所在，独独予主你的名受尊崇、受高举，无夸口人会敖。上主，你要应允，要予我行伫黑暗中的百姓，通看见大光。站起在死荫的地下，有光来照我。你阁要开痴迷的目睭，带受关的出家，予踮伫黑暗中的人会当出家咯。主上帝，愿知你有这顶好美好的应允，要予痴迷的会当看见，让每一个瞎眼的可以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因为上主你就是指引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那一道大光。我们恳求您开启我们的心眼，叫我们得以突破各种如监牢般的限制跟偏见，好叫我们内心的智慧因着你的充满，因着你的恩典，让我们得以大大的开启、突破、超越。求主圣灵你亲自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确信你必定要继续的引领我们，在今年度接二连三的各样的评鉴当中，你要亲自赏赐你的大光，你要亲自赐下你的智慧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一个同工，每一个弟兄姐妹们因着你的同在大有平安，毫无畏惧，叫我们得以靠你的名得胜有余。谢谢上帝，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我们一起来看圣经，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十章46节到52节，马可福音第十章46节到52节。因到耶利哥，耶稣甲伊个学生甲大阵人出耶利哥个时，有甜麦个囝拔甜麦，就是痴迷最乞食个，坐伫路边，已经听见是拿撒勒人耶稣，就哀求讲：大卫的父个，耶稣可怜我！济济人责备伊，甲伊静静，但是伊一发大声哀求讲：“代笔的父的啊，可怜我！”耶稣停下讲，叫伊来，就叫痴迷人，甲伊讲：“按你的心起来，伊在叫你啊！”伊就放下伊的衫，跳起来去就近耶稣。耶稣应伊讲：“爱我，甲你做甚物？”痴迷人甲伊讲：“列伯尼，我爱得到看见。”耶稣甲伊讲：“去啊，你的信有救你啦！”伊两边得到看见，就伫努力跟耶稣。今日学路，咱有邀请到将基儿童合唱团，因所要献的诗歌是《Sing Sing Sing》。
感谢中基儿童合唱团真纯真的歌声。今日啊，咱有邀请到彭兰婷牧师，伊是现任台湾教会广播社的社长，也是总编辑。啊，这礼拜拄啊好是总会定定的文理团的奉献主日，伊也代表来请安甲分享。伊今日所要分享的信息是用心看世界。啊，院长，来为同工，啊，来为咱病院的这些同仁，大家平安。啊，今天很高兴，我能够代表台湾教会公报社来到彰化基督教医院，来向大家请安。啊，或许大家对台湾教会公报社会感到陌生，但是如果我们手上看到啊，看到手上这份更新的时候，你就不会陌生。在每一个礼拜，台湾教会公报社要发行180,000份的更新周刊。啊，当然就有一部分来到我们彰化基督教医院。那很感谢彰化基督教医院，除了在医疗的服事上面，也长期对很多的事工，特别是文字事工的一个支持。所以我今天也要用啊这段圣经节，然后用心看世界，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人受到医治、被治疗是多么的高兴哈。我在这边有看到我的主治医师王百福医师，将近5年前，哦，他把我医治了。那种医治会让人家得到一种希望，这种希望就好像我们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当中看到，人在黑暗中要看到那种光明的一种感觉。所以彰化基督教医院，我们在这个地方，那在医治每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是透过这样的医治，让每一个人好像在黑暗当中要看到光明。什么是黑暗当中看到光明？就是上帝命令说要有光就有光，然后看这是美好的。在黑暗当中看到光明，就是上主的一种公义。这种公义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美丽的新世界。所以呢，我们更要紧的是要如何用我们的心去体会看到这个世界。那今天在圣经，刚才透过淑慈牧师说啊，为我们来读的这段圣经，他特别提到说，哦，耶稣基督如何医治一个盲人。这种医治呢，我要特别讲说，这个文字的力量就好像是耶稣基督在医治盲人一样，也让我们脱离啊心灵盲人的一种处境哈。那我们首先就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说有一个盲人，他有没有名字？啊，圣经上是讲说迪买的儿子巴迪买。一般人会认为说啊，他的名字叫做巴迪买，没有，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说他的名字叫什么，只有讲说他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巴迪买，他原来如果按照圣经的原文的意思，这个巴就是说儿子的意思啦，也就是说这句话哈有讲跟没讲一样，说哈啊那个人是谁？迪买的，啊巴迪买的，啊迪买的儿子巴迪买这样子。我想起说哈，我在小时候在彰化教会长大，我的名字很好听，方兰婷很好听吧，可是大家不叫我的名字，常常看到我的时候就会讲说，就会称我的爸爸的名字的孩子，就讲说哎，春生啊囝来，春生啊囝来，我的爸爸名字叫做方春生，不叫我方兰婷，就拼命要叫春生啊囝来，春生啊囝来，哦，听得很不舒服。我们可以想想看，说一个人他明明有名字啊，在这边被人家称之为说那个马迪麦那种感受，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从圣经上面看到这个人的身份，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是看不见的人，看不见，当然不知道说到底大家用什么表情在面对着他，哦，然后呢，他在那边乞讨，他没有谋生的能力，当然呢，他没有人生命当中的一种尊严，但是因为遇见了耶稣基督。这个耶稣基督就是遇到一种拯救。今天彰化基督教医院也在代表着耶稣基督，在彰化地区，甚至是全台湾，哦，现在已经走到全世界，在代表一种拯救的一个记号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如何使一个人啊从黑暗当中看到一种光明。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人的心怎么样能够去体会。在这段圣经节里面有听到说，这个巴迪麦他是听到什么？
听到很多人在讲说这是一个拿撒勒人的耶稣来了，可是当他听到是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他对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他对耶稣的回答是讲说，大卫的后裔啊，大卫的子孙啊，耶稣基督啊，请你可怜我。他听到的是拿撒勒人，为什么他会讲出说这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这个让我们看到一个问题。有时候啊，常常我们在讲说哈，装睡的人叫不醒，不愿承认的人看不见。明明你已经受到耶稣基督的这种医治，明明你已经知道耶稣基督他行了非常多的奇事，但是你对他还是称呼说啊，那是拿撒勒人耶稣，心中没有感恩。但是呢，这个看不见的人，他竟然能够用心去体会，讲说这是大卫的孩子啊，耶稣基督。这边我们就要提到一个问题啊，各位，我们在彰化基督教医院的同仁们，你觉得彰化基督教医院是一个是拿撒勒人，是一个彰化小城的一个医院，还是他是一个大卫的子孙耶稣？这全靠说我们怎么去用心去体会他啊。我一直觉得说彰化基督教医院，我每次看到他就觉得非常了不起。为什么？因为我想进来都进不来，所以没有办法，只好远赴他乡到台南去当教会公报社的社长。你看，是彰化基督教院没有办法进来，才去当教会公报社的社长。那彰化基督教院真的很了不起，让人家这样远远的是听到这几个字的时候，就觉得哎，代表一个希望。可是往往呢，我们人会身在福中不知福，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哎呀，没啥，我来打工底下出出入入。你是用这样的一个心情在面对，还是你看到的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大卫的一个子孙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露馅了，先回到上一页，刚才看到要把它忘记一下。在今天的圣经节10:48，就很多人责备这个巴迪买说，不要出声啊，为什么叫他不要出声？明明我看到耶稣基督很高兴啊，叫他不要出声。那我们就可以想到一个问题，因为在跟随着耶稣基督他们要进到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很多人就想一个问题想说当这个耶稣基督只要进到城里面去哇，不得了了就换他当老大了，换他当国王了，一个王所以这个在马可福音书的这个前面10章的前面就有记载说，有一个耶稣基督他的学生，两个学生是西比代的孩子，那一个呢是雅各，一个是约翰，他们两个人就曾经把耶稣叫到旁边说来来来来，老师拜托耶，参详这样代志一下，稍微商量一下。商量什么？说我知道你的尊荣你的权柄即将到来啊，你到进城去的时候，能不能让我们两个人一个坐你倒边，一个坐你正边啊，这个坐你倒边参坐你正边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用现代国家的一个术语就是这个啦，就是讲说双权，一个当行政院长一个当立法院长，好不好？所以这两个孩子他们的企图是这样子的。但是呢，等一下我会让大家看一个彰化基督教医院的那个 logo， 这个 logo 就刚好是马可福音书整个最主要的一个精神。好了，所以当然当这个巴迪买他想大声的呼喊希望得到医治的时候，却被这两个利益熏心的人，他们的眼光是那么短浅，他们所看到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说看到应该对这个人的一种医治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耶稣基督他其实在要进城，我们看到的这段经文的前面也有两个祭司，一个祭司这个不是我的女儿这是我的姐姐跟我的表姐，因为他们没有来，我说出卖他们一下所以他们小时候真的非常天真往往你看我们这边也是非常的可爱不过我有一个不好的经验，我的孩子小时候非常可爱，可是现在长大就非常的可恶可以看到说耶稣基督怎么讲说你要进到天国爱亲像世界，爱亲像世界一关真天真，甚至是什么？所有的安全感就是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当今天这个盲人，他因为耶稣基督要拯救他的时候，他就将他身上所有的放弃了。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希望说每一个人，啊，是用这种小朋友那种天真单纯的心情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在马可福音书的第十章也记载了一个故事。记载什么故事？说，哦，那个越有钱的，越有学问的，啊，官做越大的，你叫他把钱放弃然后来跟随着他，他其实他是办不到的。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再回到，啊，圣经节这一段来看的时候，说马可福音书的作者他为什么在这个短短的经文里面他要用这个做一个对照，哦，用这样的一个对照就是让我们很清楚，啊，不断的说你到底你在看这个世界，你在面对你人生，你是用那种很表浅的眼光，还是你是非常，啊，认真的用心去体会很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段圣经节，啊，到最后面的时候是提到说巴迪买他愿意因为他的信心来跟随耶稣基督。有时候病人他对一个医生对一个医院的信任其实反而是对自己是最好的一个事情，所以当这个巴迪买他用他的信心，啊，然后耶稣基督就对他讲说因为你的相信，你的信救了你。这个盲人让我们想到说在二十世纪有一个非常伟大的 Helen Keller， 他，啊，他是一个多重障碍者，不过他在受教育的时候曾经在波士顿的这个 Perkins 这个学校，他在那边受到很好的一个教育。在这个受教育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讲了一句，啊，世界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名言，他讲了说信心就是命运的一个主宰，信心是命运的主宰，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盲人他做了那个将外衣丢掉的这个动作，然后耶稣基督对他讲说你的信救了你。弟兄姐妹，你今天到底有多少信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面，在你的人生当中，常常因为信心就是我们命运的主宰，啊，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哦，这是他们这个学校在设计，啊，让盲人也能够做运动，哦，但是盲人运动怎么样不会跌倒，他就在这个地方用一个长长的线，哦，啊，盲人的朋友他只要握紧这个线，哦，他 即便他眼睛是没有看到的，但是他可以勇往直前，往前不断的去跑，这个地方就成为他的一个安全感。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人生的安全感是在什么地方？那今天很高兴啊，是因为这个文字事工主日，所以我要来谈一下这文字怎么样让我们也成为，啊，不再成为心灵上的一个盲人。很感谢主，有一个巴克里牧师啊，他是在啊1849年他出生啊，然后他在台湾有60年的时间了哈。那他在1885年的时候开始来发行台湾教会公报社，啊，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的，啊，这是当时用当时的母语就是白话字所发行的，啊，就让当时的人即便你不懂汉字，啊，因为在台湾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时候，啊，当时整个世界怎么认定台湾，就是说不知道又不卫生，不认识字，啊，又不没有卫生。那我们今天这个礼拜堂是梅建务礼拜堂，哦，梅建务牧师曾经讲过一句话，说台湾人叫做喝骗拍嘎，喝骗拍嘎，怎么教都教不会，但是用骗的比较快，哦，这是梅建务牧师在19世纪20世纪他所看到的台湾人的一种现象，哦，但是很感谢这个巴克里牧师，哦，啊，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台湾人可以看报纸，也透过这样的一个报纸我们透过文字来改变我们的命运，哦。那接下来，啊，这是一个教会公报社的编报纸的一个理想，哦，就是希望对外能够传扬福音，表达一个长老教会的信仰的价值观。那对内呢，就是可以有信仰的反省，然后教育沟通以及经验的分享。那这个人我也要特别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台湾的盲人教育之父，是甘威林牧师，然后，啊，所以他也是透过这种点字的方式，让即便是盲人他们虽然看不见，不过他们依旧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哦，啊，用感觉的，啊，用点字，啊，也改变了他们的一种生命。那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这个 logo， 这个 logo 呢是什么，就是为人耶稣为人洗脚。其实在马可福音书里面最主要的一个重点，当我们透过说刚才那两个，啊，耶稣的学生
他希望说进城之后一个可以坐倒边，一个坐正边。但是耶稣基督的回答是什么？爱为人洗脚，啊，为人洗脚，这个加这几关。虽然你有非常高的一种学问知识，但是这种学问知识不是用来哈满足自己的自我成就，而是这样的一个学问，其实是在为那种毫无能力的人，你在帮忙他，你在改变他的一种命运，啊。所以我们要用心看世界的哈，这个郭院长常常的名言就是说哈，世界走进来，那我们要走出去的哈，啊，真的就是用这样，我们可以看放开我们的眼光，才知道说我们的意向、我们的目标在什么地方。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来看一下哈，啊，其实彰基哈有非常多的报道，你只要随便打彰化基督教医院哈，哇，那真的是让你搜寻不完。那这个是我们教会公报，我们的电子报上面也常常会有啊彰基的一些报道。如果你看到你自己在上面，你可以跟他挥手打招呼一下哈。然后这是一个彰基的癌症病友中心哈，母亲节办的一个活动。那接下来我要讲一下说台南啊，台湾教育公报社在我们台南门市的一种改建。啊，这种改建其实就是希望说透过环境的改变，也可以为别人带来非常大的祝福跟希望啊。啊，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哈，我们现在在啊台南哈的我们门市的外面放了这个叫做书的力量。哇，那这现在已经成为台南新的打卡的地方了哈，很多人喜欢去那边打卡。然后我就将这个台湾教会公报的全栏哈，把它做一个骨牌。哦，你看这个人那180几公分啊，所以他是弯下来哈，所以这个是非常高的哈，一个比大书本比人高啊。所以希望说这个可以吸引很多人前来这个地方啊，吸引人来了最主要是做什么？是要让他能够了解整个宣教的历史，哦，整个宣教在台湾是怎么样的一个重要啊。所以我们将这个原来外面哈，这个台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怎么会将一个变电箱摆在我们的前面了哈，那我们就将它包装起来啊。这个呢啊，是台湾教会台湾的第一台印刷机。那当时在来从苏格兰来到台湾的时候哈，它不是这样整台的，它是分成11箱啊，所以我们就将这个11箱的零件哈，就把它摆在啊，做成这样的一个装置的艺术，让大家可以去缅怀这样的一个历史啊，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历史来改变台湾人的命运。那接下来也要让大家看哈，我很欢迎大家能够到教育公报社来做印刷的体验哈。啊，这个印刷体验在今年的国际书展哈啊，特别引起的非常大的一个轰动。哦，那这台印刷机它当然不是原始的那一台，我们是将它做一个复刻。哦，所以每一个人可以利用这样一个方式哈啊，去做一个印刷的一种体验哈。好，接下来，啊，你看我们现在把它啊弄得非常的漂亮哈。那前面这是一个整个一个历史一个轴承哈，啊，也上面放了非常多的打字机哈，啊，不是只有英打而已，还有放中文打字机，这都是在台湾教育公报社的台南门市的一楼哈。接下来，啊，在台湾教育公报社很希望是说从文字啊变成改变台湾的文化，然后呢，要提升文学，啊，更要紧的是要发展很多的文化创意的一些产品了哈，让这些创意的产品能够进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啊，信仰就是生活，生活跟信仰结合在一起。啊，接下来这是一个亲子区啊哈，这也就希望说哈，这个啊我们有小朋友的合唱团，那我们也希望说是爸爸妈妈能够在那个地方哈，可以带你的小朋友在那个地方可以。非常的舒适的来看书了哈。还有我们也放了一个这个铁牛哈，哦，我这个感动是从哪里来呢？是从彰化基督教院哈，常常可以提供非常多的原住民弟兄姐妹到我们这边来做一些农产品哦。那我也想说，哎，其实是不是我们那个地方也可以当一个平台？这个平台虽然我们可能这个装不了多少了哈，但是最主要是。能够让人家去了解、去体会到说啊，原来在啊我们台湾有非常多的原住民弟兄，他需要被关心、被鼓励，哦，所以放一个铁牛这样子哈，啊，将啊原住民的一些产业能够直接放到、直接来送到这个地方，让大家关心。啊，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哈，我们
这个地方在我们放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十字架桌，每一个都有一个小台灯，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坐在这个地方，你就好好的读书。因为呢，现在根据一个统计数字，平均每一个台湾人大概一年大概只看 3.4 本书了，我重新给他算一下，其实没有，每一个台湾人只看一年只看一本书，叫做脸书。你看这个地方，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享受了。那我们把这个地方，我是没有搭过那个飞机的头等舱，所以我就想说让每一个人好像坐在头等舱一样，能够很舒服的看书。那我的同工就跟我讲说，社长，你没事把我们这个公报室改这么漂亮，那现在以后客人进来，他们从那个开门的时候就开始一直坐在那个地方一直看书一直看书，看到关门的时候他就走掉了，结果呢看了一天的书一本书也不买，怎么办呢？那我们不是亏大了吗？我跟他讲啊，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愿意花一天的时间坐在那地方好好的享受好好的看书，他的生命得到一种改变，你觉得这比较有意义，还是说你卖了一本书出去？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心智啊，我们也是一样啊，学习的张机在用心啊，让每一个人能够在这个地方得到拯救得到治疗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说透过文字的一种力量，让每一个人来开启他的一个新的一个视野，我们共同能够享受一个美丽的一个新世界啊！请我们再一次，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慈悲我们的父神，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你在台湾透过医疗、透过文字、透过教育，成为铁三角，改变了台湾人的命运，让我们身心灵都得到医治。我们为这个献上我们的感谢，也恳求你，活在这个世代的台湾人更需要承先启后，能够继续透过医疗文字的一种结合，真的让台湾人的心灵能够扭转，不再扭曲变形，而是真的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看到无限的希望，也愿意自己得到领受这样的一个恩典，愿意去帮助别人，愿意让每一个人跟着我们一起来享受主耶稣基督无限的恩典。恳求你继续带领着彰化基督教医院，是成为光，成为盐，在每一个地方啊，不只是台湾，也在全世界各角落有需要的地方，就成为他们最大的帮助。也荣耀主的名，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方牧师所带来的激励，接下来是颁奖。